你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每年的中秋，母亲总会说，年怕中秋，月怕半，马上就是年下了。紧接着就会有一声浅浅的叹息。这样的话，母亲年年说，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样，一直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我的神经里，刺痛着我有些麻木浑噩的生活。是从何时起，我们的日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快，快的需要我们去强迫自己慢一点，再慢一点呢？今天云公子为您读王开龄的《日子》，你要一天天的过。北京台有档周播节目叫《七日》，其广告词这么说：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。我也做电视媒体，按同行眼光，这句话堪称神来之笔，既行云流水勾勒了百姓过日子，又将岁月和节目划了等号，自恋了一把。可我老觉得哪儿不对，似乎某根神经被偷咬了一口，后恍然大悟，他在光阴上的计量单位，那个七日刺疼了我。他等于是在说，人生即一周加一周加一周，这尺码太大太粗放了，他把生命密度给大大冲淡稀释了。若央视春晚给自己打广告，会不会说成生活就是一个春晚加一个春晚呢？如此生命换算和记忆刻度，简直恐怖。地铁忽听一女孩感慨，你帅，日子真快，眨眼又过年了，不就看了几部剧，听了几首歌吗？我夏天裙子还忘穿了呢。是啊，我们对光阴的印象愈发模糊，时间消费上所用尺码也越来越大，日变成了周，周变成了月，月变成了年。日子不再一天一天的过，而是捆成大包小包，甩手即一周一月。打个比方，从前是步枪瞄准，现在则像冲锋枪，突突一梭子，点射变扫射，准星成废物。一把尺子，毫米取消了，只剩公分。今天几号啊？这声音无处不在。我自己也常想不起日子，甚至误差大得惊人。那天我寄一份文稿，末了数日期，竟将2009落成了2007。我明白，这不是笔误，是心误。时间的粗化意味着人生的恍惚，知觉的紊乱。谁还记得时间本来的模样？最朴素的生命知觉，最正常的光阴感应，如何获得呢？或许，人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生物。这个身份和公鸡没什么两样。我一直觉得，既然生命乃自然赋予，光阴也源于自然进度，那么一个人要想持有清新纯粹的时间印象，即必须回到大自然，到这位天时的缔造者和发布者那儿去领取。
我们要靠冰的融化、草根的发芽、枝条的变软来感知早春。要凭荷塘蛙声、林间蝉鸣、旷野萤火来记忆盛夏。我们的眼帘中要有落木萧萧和鸿雁南飞，要有白雪皑皑和滴水成冰。最伟大的钟表舞在农人怀里，大自然的时间宪章万余年来一直镌刻在锄把上、犁刃上、镰柄上。立春、谷雨、小满、芒种、寒露、冬至，光阴哲学上，农夫是世人的导师，乃最安天时、最解物语之人。错过节气，即意味着饥荒，颗粒无收。时间恍惚，人的神思即陷入浑浑噩噩。我们沉浸于街道、橱窗、商场、文件、电脑，唯独对大自然这位策划光阴、分配光阴的神视而不见。我们忘了生物本分和血液里的钟声，像个逃学者，错过神的讲座和教诲，也错过了赐予。看日期不能看表盘和数字，要去看户外，看大自然。他以神的表情和语言告诉你晨昏、时辰、节气和四季。大自然从不重复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每秒都是新的。细细体察，接受它的沐浴，每天的你即会自动更新，身心清澈，像婴儿。牢记一条，我们是生物，首先是生物。这点上，人和一只鸡、一匹马无甚区别。若生物时间丢了，即丢了大地和双足。日子需一天一天的过，如此才知时、知岁、知天命。时间危机即人生危机，没什么比握紧光阴更重要。有天突然想起儿时的日历本，即365页的那种撕历，一天一夜，平日乃黑色，周末为红绿。除公历日期，还有农历节气。记得每逢岁末，父亲总要去新华书店买本新历回来，用纸牌固定后挂墙上。早晨，父亲头件事即更新日历，他从不撕，而是用铁夹子将旧历翻上去，所以一年下来还是厚厚一本。我最喜欢红绿两页，不仅颜色漂亮，更意味着可罢学了。许多年了，我未见这种老历，总是豪华的挂历和台历。本以为它消失了，可去年逛场店庙会，我竟然遇上了，兴奋至极。从此我恢复了用老历的习惯。和父亲一样，我也舍不得撕它，只是一页页的翻。和父亲一样，这也是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道功课，像精神上的广播操。那感觉很神奇，端详它就像注视一个婴儿欣赏一片刚出生的树叶，一页页的迎接，一页页的告别，日子变得清晰
风雨舒缓。他还每天提醒你，户外遥远的大自然正发生着什么，雨水、惊蛰、白露、夏至、霜降、秋分、小雪。我又恢复了天时的感觉，光阴寸寸缕缕的感觉，日子一天天数着过的感觉。生活不再是条操的麻绳，而是一串不紧不慢、心中有数的佛珠。老日历是我保卫生活的工具之一，你不妨也试试。春景来，料峭离赏玉兰开，夏日静观锦鲤戏在青莲间，秋霜催感菊盛放，冬夜落雪轻敲窗。一年365日，寸寸缕缕，愿我们都有诗一样一天又一天的日子和无悔的光阴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这里是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我曾试着想留住身边的一切，这一切仿佛又离我渐远，轮回的四季似乎永不停歇，而我们却难经得起时间考验，夜的漆黑容易让人安静一点，却时常在这时刻感情难以入眠，快乐伤悲起伏久了也就无所谓，留下的回忆是唯一的纪念，还有多少时光才能让自己成熟一些，还有多少努力才能让梦想近一点，还有多少歌也不再需要研究陪我入睡，但愿明天都不会远。